来第二首曲目是《感恩的心》，今天是由竟琴以及我们小提琴来做合奏，演出的老师有团长我们的陈静晶团长，以及演奏老师小提琴部分是我们的黄淑慧老师。那黄淑慧老师呢，在后面还有一个精彩的演出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再做介绍。今天呢是陈创会长的生日，所以特别以感恩的心来纪念母难日哦。那也谢谢我们的庄区长特别安排金弦爵士乐团，所有的成员呢能够在休息五六个月以后呢，能够舒缓筋骨，今天能够呈现给大家这么多的曲目，谢谢天佑台湾，祝福感恩的心，谢谢。Thank you.
老师所带来的剧情及电子琴的合奏，谢谢。